好，你一氣部包裝必勝應聲彈出啦！響外邊有人和家兄弟三位，八進巨星第四位，出邊龍之輝粉龍三個隻啊！咁啊見到中間詹士德上去頂一頂佢添，內欄位置仲有一隻美麗第一啦，韋小寶暫時墊後噶，開始轉呢個香港體學院灣啊！前面帶頭嘅馬咧就係嗰只八進巨星啊，響外邊拍住一齊走，有人和家兄啊，第三位就龍之輝粉龍三嘅，內欄第四啊包裝必勝啊，後邊三隻詹士德美麗第一啦，暫時墊後嘅馬匹咧仍然係嗰只韋小。好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咯，人和家兴直情自己带埋出嚟添，八进巨星啊跟住你啦，第三位粉龙三就龙之辉啦，埋边包装必胜啊，攞出外边啊系詹士德啊，后边两只美丽第一顶大外档，韦小宝嚟噶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人和家兴埋边，中间八进巨星啊，龙之辉中档，外边追詹士德，最出韦小宝，马林中间美丽第一，最后二百米到，龙之辉透出咗，美丽第一追紧佢，外边韦。小宝亦都上紧嚟，最后五十米睇个势，美丽第一系第一嚟噶，第二名啊嘛，龙之辉啊，第三名韦小宝，第四名系包装必胜啊。结果今场赛事五盘子再赢都 win， 六十八场头马啦，暂时吕建威马房六十六场，美丽第一帮五盘子增添多一场嘅胜仗啊！较早前啲沙田即佢唔系讲少嘅，咪跑第二名咧，龙之辉；第三名韦小宝；第四名包装必胜。哦，佢仲要吕建威四重彩，仲要改跑法留后追添啊！呢只美丽第一，佢试过留后追都追得下嘅，咁啊今日证明咗原来留后追啊追得几好添。但系詹士德太。王杰居吹死步，好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咧有大象雕神红衫噶，中间就包装福星啦，外边有蜂王啊，最出嗰边系超越名区啊，咁啊外边浅蓝衫黄帽嗰只咧就加应勇士亦都走埋上去，大约跟住个五六位啦，中间紫色衫嘅大彩池啦，外边红衫白帽就系呢只全丝发版嚟噶，内栏位置有初恋啦，中间夹住系唐不甩啊，后边嗰五匹马啦，咁啊见到有呢只咧就系外边位置系观自在啦，观天下啦，中间位置仲有呢只幸运飞翔啊，后边系玫瑰宝啦，让爱高飞。同埋四喜鳥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佔先咗嘅馬咧就係嗰只蜂王擺咗喺前面走啊，嘉應勇士就外面拍住佢啊，再見到第三位馬有超越名區埋變包裝福星啊，咁啊再見到好多層啦，咁啊就係呢只廚師法版啊，揈出去外面追嘅馬有初戀啊，中檔位置仲有呢只幸運全城啊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嘉應勇士啊，超越名區追緊佢，咁啊再見到外面咧，我要初戀啊，外面上緊嚟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廚師法版包裝福星。最後一百米到啦，初戀外邊已經及咗上嚟，埋邊超越名區第三名嘅馬有廚師法版，埋邊咧就包裝福星贏嘅馬係初戀啊，跑第二名咧埋邊超越名區，哇後邊成陣馬一齊衝上嚟啊，咁啊廚師法版喺中間好似有少少甩咗缰繩啊，埋邊啊包裝福星啦，出邊追上嚟仲有唐不甩同埋四喜鳥啊，好啦五棚子。再攞多場頭馬啦！今日起馬拍住潘頓初戀啊，咁啊翻到嚟贏啦！超越名區都刻意擺前噶啦，跑嚟跑過第二名、三四名就好近喎、啊。出邊位置綠色衫唐不甩到線先喎、啊，呢、這個第三、第四啊，包裝福星。包裝福星直路初段又係要再搏位啊！但係攝只唐不甩上嚟就唐不甩上次有飛噶啦，咁啊。賽前啲集好。受大熱熱準備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有競盡天下，外邊位置咧有呢只就妙芳華，中間紅衫走咗上去啦，第二位咧就係呢只遙遙領先啊，內欄第四有好精神，出邊啊喬峯第五位啊，中檔第六超威力啦，內欄第七仲有自由奔騰，中間威威富之，外邊啊醉風雲啊，尾五位置係嗰只機緣醉夢啊，暫時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分別有呢只咧就線路神話啦，尾三係嗰只勝德福啊，尾二就共享富裕啦，暫時墊後係連捷。嚟噶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只馬咧，就係嗰只妙芳華嚟嘅，喬峯就喺外邊嘅第二位啊，埋邊第三位競盡天下啦，第四位紅黃衫嗰只咧就遙遙領先啊，第五位外邊啊醉風雲啦，埋邊啊好精神啦，中檔大約第七咧仲有超威力啊，外邊啊威威父子啦，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咧就機緣最。
夢中檔嘅，響外邊啊，勝德福啊，入邊自由奔騰啦，後啲先有共享富裕藍衫紅帽啊，掟出去外邊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妙芳華仲係佔先嘅，喬峯中檔上跟嚟，遙遙領先，俾落去有反應喎。再跟住佢後邊嘅馬咧，仲有聚風雲啦，好精神啦。外邊上咗少少咧，就威威父子啊，最出嗰邊就共享富裕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遙遙領先，已經係突圍而出啊，埋邊位置咧，咁啊見到有喬峯啊，中檔好精神，出邊聚風雲，最出共享富裕，李建威追翻場先，遙遙領先啊，咁啊結果係贏馬啦，跑第二名，埋邊係喬峯，中間咧有聚風雲啦，出邊追上嚟係共享富裕啊，暫時連馬師嗰個成績榜方面，李建威67場，伍鵬之69場啊。好啦，潘頓又再下一城啊！今次啊初跑呢只遙遙領先，咁啊合作贏馬，喬峯啊跑個第二，第三名聚風雲，第四名咧喺外邊嗰只共享富裕啊！臨尾就 keep 住喺個18蚊嗰度開跑啊，都全熱門係四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稍微慢咗嗰只咧係增油嚟嘅，前面快噶嘛，電信巴打保羅成全啦，智取神驅響第三位啊，外邊嘅第四位就知足常樂啦，內欄第五白衫咧就常拼常勇啊，粉紅衫、粉紅帽、粉紅眼罩、閃星輝煌，大約跟住個第六位噶，響出邊發財先鋒啦，咁啊尾三位置係中華盛景啊，後邊兩匹馬分別係桃花雲啦，同埋出閘慢咗嗰只係增油嚟嘅。好啦，過咗1200米嘅段處咯，前面放頭嘅馬咧就電信巴打。在外面就知足常樂就冚了上去了，跟住個第三位有保羅成全啦，內欄第四啊常拼常勇啊，中間咧咁啊智取神驅啦，出邊紅衫走咗上去係發財先鋒嚟噶，尾四位置閃星輝煌啊，後邊三匹馬中華盛景、桃花雲啊，暫時電流仍然係黃衫嗰只增油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電信巴打就貼欄啦，外邊咧就知足常樂啦，再見到響第三位噶嘛，埋邊常拼常勇啊，白衫慳咗好多位喎，但係跟住後邊嘅馬走入邊啊，智取神驅啊，外邊啊保羅成全、發財先鋒。红衫啊，顶到最出啦，就系嗰粉红眼罩，闪星辉煌啊！后边咧仲有桃花云同埋增友噶。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知足常乐嚟嘅，入边捐窿捐啊，稳威有常拼常勇，中间智取神驱，外边俾落去有啊，闪星辉煌啊！咁啊，再后多层嘅马咧，仲有中华盛景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闪星辉煌将后边嘅对手越抛越甩，吕建威马房再追一 win， 第二名嘅马埋边智取神。出面中华盛景第四名是曾友啊，咁啊暂时连马师龙虎榜伍鵬之就69場，吕建威赢多一场，捧埋呢个香港马主协会锦标，去到68場头马，第二名智取神驱，外面追上嚟中华盛景，第四名咧保罗成全，临尾有啲力弱啊，曾友上咗嚟啊，嚟到第八场赛事啦，追下又近啲，追下又近啲啦！吕建威闪胜辉煌啊，潘顿今日第四 win 嘅噃，跑第二名咧，中段有啲抢口嘅，智取神驱，第三名中华盛景，第四名橙色衫曾友，哇！可以留到去嗰个位去追啊，真系好少见可以咁样跑啊！几快步速噶呢一场，咁啊真系几犀利，咬得到个五六位啊，早段唔同你斗烧。啊，今日龙兴虎弟都真系各自修行喎。王奇居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嘛就你知我拼埋边嘅金牌活力啊，咁啊再见到好多层啦，中间包装天将俾咗上去啊，再喺外边咧仲有实现梦想啊，最初就比特星啦，马林中间咧咁啊时尚风趣都上埋去就黄衫嘅，仲有红衫红帽就超霸性啊，好多层内栏系丰盛啊，后啲嘅马啦有大才爆笑啊，尾四咧就明心之语啦，再后啲嘅马匹啦先有歌舞团啊、神速密码同埋花果猴王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放嘅马咧就系呢只比特星啊，跟第二位包装天将啊，第三位就时尚风趣啦，内栏第四金牌活力，出边第五超霸星，中档第六浅蓝帽咧，仲你知我拼啊，响入边等位嘅马有丰盛、明心之余、花果猴王，掟出去外边追系有大才同埋爆笑噶。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包装天将出咗嚟先啊，咁啊见到中间时尚风趣上紧啊，外边追仲有超霸星啊，最出嗰边神速密码，马林中间仲有明心之余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包装天将抛离后边嘅对手。有两个身位，后面有时尚风趣，接入变追咧，仲有明心之余，中间花果猴王接近终点，吕建威追多一场，69圈平手啦，依家呢只
包裝天將順利擺咗喺前呢個位置，直路上面出頭，將後面嘅對手掟甩贏馬，跑第二名咧。臨門有少少力弱，時尚風趣，外面追上嚟，花果猴王第四名，超巴星同埋大才亦都相當接近啊！先俾伍鵬志入兩球，到呂健威追三球，包裝天將升班轉場一樣照贏，跑第二名嘅馬好近啦。外邊咧，花果猴王嘅機會大過入邊嘅時尚風趣。第四名咧，入邊係超霸城。啊，真係夠刺激啊！三比二啊，暫時。臨尾又回飛嘅21蚊，因為嗰只豐盛啊落到55蚊啊，明心之月。睇下出爐冠軍練馬師係邊個？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手機標牌藍衫快嘅，外邊加州得力啦，出邊大紅袍都走上啲啦，再見到外邊位置咧，咁啊仲係呢只滿歡笑啊，咁啊大約內欄藍衫藍帽仲有隻長龍區噶，中檔咁啊綠色衫橙帽咧就仍然威風啦，內欄位置嗰邊咧仲係跑得好快啊，中間夾住中橫天下啦，尾唔到啦，披同樣美麗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有金百令啦，幻影旋風啦。富國兄弟咧，暫時電流係佢啲試跑得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啦，前面就三隻放，加州得力中間佔先啲，外邊就大紅袍啊，埋邊長龍區喎，響第三啊，一定美麗啊，第四，中間第五位咧，藍衫嗰匹就手機標吧，外邊咧仲有隻滿歡笑啊，出邊橙帽綠衫啊仍然威風，中間中橫天下埋邊跑得好快啊，尾五大白鼻梁嗰只同樣美麗，後啲先有富國兄弟啊，咁啊同埋金百靈嗰啲馬入正將直路啦，前面。尖尖的馬咧就係呢大紅袍啊，鬥緊埋邊啊，加州得力啊，中間手臂標靶上緊，外邊仍然威風，比落去都有啊！再見到最出嗰邊，仲有隻同樣美麗啊！諗下大外檔仲有富國兄弟，最後百零米手機標靶已經將呢隻仍然威風拋甩咗，外邊啊同樣美麗，結果係手機標靶贏啊！呂健威喺重練以嚟第28個馬季，終於贏到冠軍練馬師。这个宝座啊，斗到最后一战，一兵一卒，前面已经透出就是这只手机标吧，咁啊后边仍然威风，拍上嚟有得斗下个开头，外边冚埋上嚟，同样美丽，最初冲上嚟，仲有只试跑得啊！恭喜晒吕健威威哥捧走今届冠军练马师宝藏，手机标吧赢马跑第二名，潘顿同样美丽，第三名伍鵬志呢只都好犀利啦，仍然威风有惊喜啊！第四名咧，是跑得，恭喜曬啦！70win做冠軍啦，今季恭喜曬！哇，今日手馬強啦，都估唔到咁峰回路轉啊！最後咧攞到四冠兩亞一季啊，仲有兩個第四噶。今條片就嚟到呢度先，咁啊大家記得 subscribe 撳鐘仔，仲有 like 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條 video， 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